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叫做潘良华，我是住民，就是你看我的生日，就知影我住伫水边的番吼、哦。那么今仔真欢喜大家吼，一定过来上这个高级班。那么我的今仔要讲的叫做台湾主权地位。探讨哈，那么我这资料大部分拢是咱秘书长伊个册内底所收集的哈，还是你为咱个台湾民政府官网，哈，还是自由时报电子报内底嘿所收集的哈。好，安、啊、尼来看讲这个目录哈，我希望你呐讲较紧的，包括明仔七点半到八点半的我的时间，我尽量讲较紧的。来个讲完哈，好，好。首先，我先个自我介绍，就是讲，那么我是平埔族马卡道族，隔壁地区的马卡道族哈。啊，咱知影你若上了我初级班哈，平埔族、毛泽族哈，好。那么我本来是民进党都成立，我就加入吧哈。所以我也算民进党的资深的党员，但是一直到徐明德甲柯信良做党主席，啊两个煞走正去，我进前迄个黄信介，我都足佩服的，出钱出力吼，替台湾咧拍拼。但是徐明德讲要跟因中国人要啉和解咖啡，金马撤军，好无？我这点我都。无多认同，这些中国人来台湾，哦，过年就发动二八事件，把咱台湾人的精英差不多三万名拢抬掉去。啊，这三万名的精英拢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才训练出来，哦，这就够可惜的，啊，嘛有够残忍的。这人老老了到今嘛吼，咱唔知叹偌济熬的台湾人呢，吼、哦。啊，今嘛因咧笑讲咱台湾人无够人。哦，迄种饲饲甲大堆安尼，啊，过来柯信良讲要大胆西进，好无？甲咱台湾的资金、技术、人才，拢去中国咧，甲因斗三工。啊，即嘛，甲因加加糖的，拢甲饲甲，即嘛继续用的啊，做反倒当阿咧拍咱台湾对吧？哦，小白甲吼、哦，啊，所以我阵对民进党失望。我一直到有一个叫做建国党成立，我这个侵略的独派，我都要独立建国的。较早戆戆唔知啦吼，唔知讲这条路是行未通，那行会通，已经到即马建了69年啊，那行会通早就通啊。啊，所以阵听到建国党讲啊，我对民进党的失望啊，即马这个目标这么明确，就是要。建国的，我当然这无加入会艰苦啊咯，都随个加入呀吼。我无想到民进党吼，看这个建国党对于有的威胁，因为这个建国党拢是师资辈人啊，拢是医师、建筑师、律师、吼工程师、老师、毛法师。啊，你看这最近这官吼。啊，民进党拢较一般，较普罗大众。当然，民进党会惊哇！啊，这将来我会要取代伊呢？民进党用一部叫做“人头党员”去甲加入建国党，1000名。党委吼开一张票，那敢若120万或者开落，啊，无偌久就要求讲要开大会，定选干部。啊，一寡干部许换掉，许架空，来讲，你阿想呢？这就是民进党为了伊家己党的利益，无甲
台湾的前途前途放伫第位，因为建国党伊拢较斯文，哦，拢是学者较侪，拢咧讲论述，要叫因行街头可能较袂晓，要叫伊去伫街头运动较袂，哦，啊，你应该堪伊好啊配合，因专门拢讲法理论述，啊，你民进党就去执行嘛，吼，哦，安尼分工合作，甲国民党因落倒，甲中华民国，甲请登去金门妈祖嘛。这个不是等于准个建国党准要消灭你，吼，哦！所以头两年建国党都无听声呀，吼，哦！啊，这就是为着家己党的树立，来把一个正好的建国党给消灭掉，吼，哦！啊，所以我说一个无底好依附了，吼，哦！有体无灵魂，啊，这灵魂唔来被挖对了，吼，哦！啊，所以我家己就无要插这个政治，一直到有一天吼，因为我每一天拢爱为高雄市开车，经过迄个中正地下道去屏东上班。啊，因为阵咧做捷运，所以迄个地下道煞崩去啦，我都无法度走下骹，爱走电管。吼，啊，走电管，吼，我都看到一支旗啊。伫个五号一路甲中正路交叉，五路一路，我特地用微啊过，哦，啊，这无直销公司，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哦，我迄阵安尼想啦，啊，伫安尼连续赛三十天，有一天我咧看报纸，哎，有看到一张图呢，吼，说无介大张，就讲咱秘书长伫高雄市的武庙洪文池啊，暗时啊。买去啊演讲，哦啊听迄，我有迄个频道吼，我转来听，哎呦，这个公正地的，佮我听了佮会吓呢。哦，迄礼拜拜六下晡七点半，我就去啊听演讲。哦，迄天戏都拢分一支支啊。啊，咱秘书长一个去讲吼，哦，愈听愈爽，迄支啊就一家拢无停啊呢。我本来对政治拢冷淡去啊吼，为迄天。各位秘书长的演讲吼，演讲一个我搁发烧起来，烧39度，到今仔日也未退，也未退烧，嘿，啊，所以恁若来遮听秘书长演讲有无？伊头拄安尼讲，哦，伊迄是凉凉啊讲尔呢。迄阵伊伫舞台顶咧讲吼，迄气势无输陈水扁迄阵咧选总统的时阵吼 ，OK， 所以唔忙讲恁各级班来遮上了，应该。拢爱发烧，吼，起码爱加一度，吼 ，OK。好，啊，今麦咱来看台湾主权地位现况，吼，啊，伊变化，我来过来复习一下，吼。马关条约，吼，就是日本讲的下关条，就是大清大皇帝，兼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啊，你看是皇帝对皇帝。皇帝无可能亲身出马，所以拢有代表人哈。大清是派伊个李鸿章甲因囝哦，李经方。那么日本是派伊个总理大臣，就是首相哈，伊藤博文甲外务大臣哈，这个陆奥忠光哈，代表天皇甲皇帝出面来签哈，签这个马关条。那么马关条内文的第二款讲。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的职权，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日本。注意后壁即句“永远让日本”，永远都拼无形的，对吧？啊，所以即马中国以前常咧讲，台湾平和祖国，就是因中国人的吼，啊，这袂见笑，伊袂记讲。因阿公大清的时阵，就跋输掉，已经割让永远割让给伊啊，给人啊，吼，佮传落来到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你若安尼甲算讲，就阿公差不多阿公迄阵就等于跋输掉，挂念给人去啊。佮今以后佮你讲，即块地台湾片哦，较早阮阿公的，佮今要佮你回安呢。别见笑，吼！永远让人也个咧，吼！个咧，甲真了咧会。来，第二项讲，台湾全岛甲所。
附属各岛屿，而且当然包括钓鱼台哈、尖阁群岛。所以日本时代钓鱼台啊，这个尖阁群岛是属宜兰厅管的哈，宜兰的头城管的。所以钓鱼台是咱台湾的对不？无唔对，按中国今麦中华民国伊嘛讲，钓鱼台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哎呢，伊个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对唔对？吼，咱无承认台湾，无像阿扁也讲来讲，台湾伊迄个台湾前途捷运哈，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咱头家乱去，就为只乱去。吼，连迄个阿扁啊，这算做过党主席，做过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对台湾甲中华民国搞不清楚，拢甲画上等号。再来第三，割让的范围嘛，包括澎湖列岛啊，以及经纬度啊，基干的这个诸岛屿哈，因为朋友做些小岛啊，无人岛哈。好来，第三条，伊讲前款所在所念附的本域的地图啊，这个疆界哈，要等这个本域批准核还了后两国还阁选派两名以上的官员，共同划定疆界委员，哈，就地踏干，确定划界。咱民间买卖，吼，那请大师签合约签好，钱交了，还阁请地政事务所派人来鉴界，双方都做为鉴界，吼，啊，确定位置，定界址，有无？民间就遮慎重，何况讲国家的土地要挂念，所以这一定拢有点过哈，就地踏干。过来第五条款讲，本约批准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牛武帝，就是台湾甲澎湖了哈，的人民愿迁居牛武帝之外，然后离开你的即马带入澎湖甲台湾遮，哈，你会当辨别所有的产业。退去界外，退出台湾甲朋友，你要移民登去恁大清，还是要其他国家？哦，拢出在你。但是若两年满了后，还袂迁徙走的吼，就甲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甲你管理。这个叫做两年的思考期啦，哈。但是你甲想，中国1945年10月25日来台湾了，吼，伫过年的1946年的。1月12日，就是用行政命令，把所有住伫台湾甲澎湖顶管的人，拢集体归划做中华民国的人。啊，这是违法国际法。你无，人像你看日本，有予你两年的思考期。你那因中国人来了，你是毋是要做中国人，还是你要继续做日本人？你爱予台湾澎湖顶管的人选择权嘛？结果拢无哈 ，OK。那么1945年4月，提日本天皇下诏书，将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施行于台湾，啊，这是诏书，啊，这个真重要哈。这个诏书伫台湾实施了哈，伊就会当由迄天开始，伫台湾会当征兵，啊，这就是有一个对台湾有主权这个象征哈。那么当时台湾人嘛，已经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台湾人参政权就讲，一定选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日本东京的帝国议会参加政治的议事哈。啊，参战权就是讲，你一定做兵，咱做兵都有效忠的对象，哈。啊，咱都有参。天皇命令咱啊去做兵，啊命令咱啊去参加。太平洋战争吼，咱就被征调吼。伫这个诏书还袂发布，伫台湾实施进行，台湾人袂使做兵，干那一定做啥军夫，吼有无？足侪人讲，伫这个四月初进行，向日本派去支援南洋战争的，迄拢叫做军夫，就是做后勤部队，煮饭吼，啊到扛物件。运运补物件吼，
不是真正牙签收钱，真正会当牙签收钱的，就是志愿军。哦，迄阵有招高沙义勇军，吼，迄是迄个志愿军，唔是征兵，吼，迄是你家己自愿要来参加，啊，伊发较好的薪水给你，吼。好，那么就是依照天皇下诏书，吼，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拄啊跟大清的大清帝国辽东半岛同款，辽东半岛本来伫马关条内底有规定，原来要割让予日本，结果迄、那个德国、苏联、吼、意大利因三国抗议干涉，所以日本佫把辽东半岛佫还予大清，因要行进行签一个做辽南返还协定。啊、那么依照这个辽南返还协定，你既然不割让、不割地，安尼无你都要赔款。所以大清哥赔2000万两的库平银给日本，哈、哦。啊，这就是呢，大清迄个辽东半岛是大清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袂当割让出去，哈、哦。这就跟今嘛台湾甲朋友讲，是讲台湾甲朋友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干呐，会当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个人无讲要个人互送，个人袂出去，因为台湾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无多个人出去，只有干呐叫你放弃管辖治理权，但是主管要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所以咱一直咧讲日苏美战吼，台湾甲澎湖到即嘛。也阁是日本属日本天皇的，但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啊，美国阁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代管，哈、哦，安尼，好，好。那么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啊、哦，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并占领台湾，啊、哦。但是1949年的年底。中华民国国共内战，伊大输，吼、哦，啊，因这些难民，因是有武装的难民，非法入侵台湾。1945年，头拄啊，这个9月7日，一般命令来，这些部队，吼、哦，蒋介石这部队，这合法的。后壁，因国共内战输大败退，招来台湾的，这个叫做非法的武装难民，啊，了解不？啊，简单讲，就是因伫中国，或者拍输，走赢，走来台湾，吼、哦，迄阵难民，伊拉克跟伊朗咧烧战，嘛作战难民，走去隔壁国家，要求人保护，伊个武器伫边界都拢互缴械啊，吼、哦，无可能炸武器过去别个别个国家，吼、哦。但是你看，迄当时咱日本军伫1945年都拢缴械呀，咱拢无武器。但是因来，咱嘛无武器甲反抗。好，一直到2006年10月20日，咱秘书长哦，带228个去抗美案。美国的华盛顿联邦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哦，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即马有咧甲承认的代表，台湾伫咧当局这里，目前还佫有22个国家。迄是中华民国开钱叫人家承认的，吼、哦，啊，迄嘛唔是咱的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咱台湾民政府，哈、哦。OK。啊，第三，伊判讲本土台湾人还佫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哈、哦。好 ，OK。好，啊，这个因为初级班真侪人也有听过，哈、哦。啊，我想这马仔后日。也够有人会讲啊！我时间我甲跳过去啊！哈，好。那么，在咱比如讲抗美案中间，被告的律师吼，就是国务院派出来这个 Peterson 哈，伊伫联邦的法院有答辩，甲法官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主权，这句话是对的。哈，伊有握有台湾的主权，但是你要注意。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哦，
就譬如讲，咱土地，咱去甲银行借钱，咱土地的所有权能抵押伫银行手里，只是抵押伫手里，但是迄块所有权证的名嘛是要咱的，好，所以伊无台湾的法理主权，但是他握有台湾的法理主权，握有不代表拥有，哈，你爱记。迄名还是日本天皇，只是暂时台湾的战争在还未兴美国，所以握有台湾主权。但是美国拥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啊，就跟他讲，我给你租土地，一家地，啊，比如一年十万，啊，我去租五年，我付你五十万，这五年就是你放弃地上权。但是我给你租约，签合约，并无办过哦。对土地所有权证还有你的名，但是我要在电管要种山啊种奶鸡在我种，因为你放弃地上权的管理权啊，管理权在我手里。但是五年满到，你若不爱搁做啊，你就收回地上管辖权，吼，管辖治理权，安尼。Okay. 好，那么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约、法律宣言，这位阶段来做一个比较，好来。马关条约，这是日本讲下关条约，这是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所签的哈，这两个国家这是国际条约哈。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有五十一个国家有签署，啊，相当于的国会有通过有四十八个国家哈，啊，这个佫较大个哈，较大件国际条约。这1952年4月28日，过来台北合约，台北合约伊个母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哈。但是这个台北合约就是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迄天是美国主导、强力主导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迄阵已经逃亡来伫台湾啊，流亡台湾。所以，伫台北签这个台北合约，吼，啊，但是日华台北合约伫1972年7号，因为1972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日华台北合约准伫1972年迄天失效，吼。好，过来美国台湾关系法，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在1979年1月7日，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因美国的参众议院赶紧去定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来管台湾这个在你中国哈，来跟台湾人民继续一定以民间交往，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因在因国内定这个法。无跟咱台湾人参详，无要求咱台湾人的精英去跟伊做一定，无。伊定好了，经过参众议院高票通过了，进行在台湾实施，嘛无问拢问台湾人讲好啊唔好，拢无。好，啊，这就是因为美国它是战胜国，它是占领方，我们是被占领方，咱无权利讲话。好，好，过来开罗。讲这开罗宣言，到讲我都开罗谎言，较对了。你都甲咱骗鬼啊！你中华民国拢用这讲，因下来台湾就是依据开罗宣言，甲咱骗。迄根本是一个新闻公报尔啦，吼，嘛拢无人签字。因为迄阵呢，丘吉尔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反对讲，战后要依照开罗宣言，要甲台湾甲平和幸福中华民国。这因为违反国际法，哈，违反咱头拄啊签的迄个马关条约，已经永久割让荷兰啊，啊，割让日本的明治宪法已经伫台湾实施，变台湾澎湖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他也这样私相收受，哈，那么违反国际法，哈。那么开罗宣言有效不？本来有效，那因。因后壁吼，因的精神就是恭维圣威，哦，他们不说谎话，哦，啊，手过就准绳啊，
我同意讲好，将来建楼，甲日本拍牌，台湾朋友要向我中华民国。美国本来有要照这个做，因为未来波特产先源，好不好？毛公要个依照，好、哦，开罗宣言来实施。但是，迄阵美国有要求中华民国讲，将来建楼，你别对外扩张领土。但是中国人违反，就是1950年6月25日，南北韩战争爆发，毛泽东派伊个解放军支援北朝鲜来打那个南韩，啊，接着就违反中国对外用兵哈，哦，侵略其他国家，违反美国的这个对美国的承诺，所以你看两天后，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的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台湾地位未定，哈，派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咧巡逻。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不爱让毛泽东起兵来打台湾，摕到台湾；第二嘛，压制蒋介石要反攻，因所谓中国大陆，哈，这个用意。啊，就是本来有效，但是就是。南北韩战争了，这个失效去，好 ，OK， 哦，所以你为电话再来甲看，这位置马关条约、含旧金山合约、这国际条约、这相关，台北合约不也失效？哦，过来美国内化、台湾关系化，啊，这拢比，所以咱秘书长咧甲咱上课就讲，咱爱回到历史的原点，倒来到旧金山和平条约，这确实救台湾的一个合约，唔是台湾关系化。所以咱台湾真正的地位就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简称美占。但是委托流亡中华民国代理美军咧占领台湾，咧管理台湾哈。你也在讲，即马伫台湾即个过去，无论是两蒋过来，李登辉、陈水扁到即马马英九，拢总是美国派伫台湾咧。一个代表的这个管理者呢，管理者而已，类似美国的一个吼，那个速食店那个总公司，美国总公司派一个较早用牌，派总经理叫做蒋介石，哦，过来派蒋经国来管台湾，尾啊开放我你用选的，啊恁第几个选到你做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哦，啊过来换了台湾人的陈水扁。过来，即马是中国人的马英九，伊拢用选的哦。都即马总经理开放，互恁住伫台湾顶管者的人，包括台湾人，包括中国人，作为选。好，啊，所以你爱个想讲，美国才是老板，哈。好，那么咱过来看，美军军事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依据甲迹象？好，咱来看，咱来看。AIT 这个内湖的新馆吼，占地到要20000平，开头的美金一个5000万，哦，即马因为物资波动，即马一直咧追加预算，吼，啊伊会当地下的碉堡吼，会当防核弹的攻击，吼，伊是99年佮加99年，等于到要200栋，吼，啊这差不多应该拢伊个啊，吼。准备进驻800名海军陆战队，哈，这根本是一个新总督府的架势，哈，这是要做一个东亚的防卫、通讯、电站指挥中心。啊，你甲想开价侪钱？这所有开的钱，哈，差不多输伊拉克迄个大使馆俩，哈，伊拉克这个大使馆，因为伊拉克你知影，因拢。伊斯兰教、回教的激进派介侪，所以伊迄个伊拉克大使馆占地足快，啊，佮分内卫区啊、中卫区，因为哎，道路拢设计个安尼弯弯翘翘，就是不爱互你用汽车炸弹会当载足紧安尼冲入，哦，啊，伊纵深有够，哦，所以啊，佮起个作用诶，佮派内底后啊、后学校、后病院，吼，敢若。因为这个保安的人员哦，几啊千名，
啊，所以美国伫外口设大使馆，咱即座比伫迄个北京迄座佫较贵，吼、哦。而且伊所有的建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内卫区哈，较重要，即个建筑物拢从美国人咧施工，吼、哦、啊。伫台湾即个工人，敢来当做外口遐强呢？吼、哦，好。过来，咱来看防御性公投。啊，变啊，2004年一月十六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吼、哦。是安怎伊个文内容首先爱互美国看，啊，拢毋免互英国人看，还是法国人，还是说俄罗斯看，拢毋免，吼、哦。这代表什么意思？你台湾只是美国的占领地，啊！你美国也足无爱讲咱发展一挂长城飞弹，吼、哦，来有可能跟阿强那边做军事武力的这个对抗，吼、哦，升级武力的这个架势、那个架势的对吧？那么你甲想，是安怎到尾啊？美国？会开放予伊公投绑大选，就是讲这个防御性公投，你美国找无理由甲反对，我要告台湾出袂使，啊有影这个理由，美国找无理由甲反对，所以这个公投尾也有办，但是无通过，哈、哦。2004年总统打算把这个防御性公投无通过，啊是安怎？爱美国看就是美国较是咱的头家，哈、哦，占领方，哈、哦。过来，咱来看，是安怎台湾有困难吼、哦，有发生灾难，美军就要来救援啊。2009年八月七日莫拉克风灾，哦，迄阵小林村规个迄个邦里吼，那个土石流掩埋，啊，迄、那个灾难，美国嘛，迄、那个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无要接受外国救援，伊讲恁人来就好，无恁钱人来就好，人免来。啊！你啊看，这人我爱钱，吼、哦！啊，并有意思要予中国的解放军借这个机会要入来台湾，你知道？啊，美国不是省油的灯啊！啊、哦，美国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在台湾，知影这个消息，美国的国防部随宣布，我美国要去台湾给恁救灾，啊，恁台湾的救难的统筹单位。看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我美国的国防部，也足奇怪呢。啊，美国你咧过去呐，其他国家有灾难，你要派出去救灾，拢是美国救难总署出面咧救灾咧统筹。啊，这个那也是美国军方、美国的国防部。好、哦、啊，所以问题就是讲，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以当然有啥物困难。是美国的军方国防部出面，吼、哦，咧救台湾。另外，美国国防部虽派军机、哦、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救灾。哦，迄阵伫台南的空军基地，为这个奥克纳瓦加索那空军基地派 C-13 栋哦，力士型、大力士型运输机运一挂。这个防水布，吼，啊，甲一挂干粮来，啊，迄个军舰再来伫台南的外海，伊迄两栖登陆舰，顶管有迄、那个，迄、那个足有力的迄个超级种马，这个直升机，下顶吊挂怪兽，甲鲁头机有无？吊入去小林村遐咧救灾，哈、啊、，OK。啊，那么你甲想，直升机也好，还是？头拄啊，迄只大只无人机，军机会当随便出入人的国领土还是领空吗？袂使呢。我你讲头两年前，这个土耳其有只军机伫地中海疑似进入这个叙利亚的领空，得用叙利亚的防空飞弹给拍落来。迄疑似呢？吼、哦，伫这个24海里以外，伫咧边啊。安尼就又拍落来，啊！你看，啊，这直接驶入来到台南机场，吼、哦，啊，这太中华民国空军无甲拍落来、哦。
而且美国的军机要入来台湾，要通过台湾，拢无咧跟中华民国迄个防空单位咧通报啊。好，那么2012年5月20日，迄个波美国的军机搁再一次降落伫台湾，但是这只是军用的巡政专机啦哈。那么这个是美国派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雷廷纳，好，伊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庆祝马英九连任台湾第一当局局长的登基典礼，好，伊局长呢，台湾治理当局啊，好，所以伊是局长。啊，但你甲想，迄、那个登基典礼是下早啊十点，啊因下晡才来，啊是咧地动哦，安尼坐即只，啊即只较在哦，这边。哦，无诶，我看诶，头壳会戆。哈，讲两摆，就伊敢那无欢喜哈。咧张诶款诶吼，好。过来，2011年3月，在日本发生这个核灾，福岛核灾哈。美国伫3月18日撤侨来台湾，迄阵中国哦上大声撤侨，中国人上惊死哦，伊最先撤侨。法国嘛对咧撤侨，等于呢欧洲本土哈，啊有一部分去韩国。啊，你甲想，美军撤侨，你来台湾，伊甲你设海关呢？哦，你再看，好无？这是汤的机场，这 AIT 的背心有啊，这 AIT 有啊。美国迄天随宣布停止所有的美国签证，因的人拢来汤机场支援，和因的美侨。你来台湾，啊是安那？美国那也无要就近撤侨去伊个美国个美属关岛，啊是伊个夏威夷岛，而且美方个 AIT 禁止桃园机场自设海关，啊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啊、哦，应该哩设海关 ，OK， 好，啊这。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自设海关，就表示讲，台湾是你美国咧管的。啊，我即马我系头家美国人，海关美国 AIT 因自设海关，因就是一个公务人员。啊，美国是民主国家，以民为主。啊，因个头家要转来，即系公仆，啊伊个服务，吼、哦，是安尼哦，吼、哦。好，啊，咱过来看。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美籍六加四规定哦，吼，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还是用其他的方式，还是高压的手段，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是美国出兵赴台的这个法律依据啊，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依照这个权利甲义务来做这个工作。啊，咱来看，这就是伫1996年台海危机，你看，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接护台湾，一个叫做尼米兹号，吼，啊，一只叫做独立号，伫这个一个北台湾，一个南台湾的海域。啊，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克林顿依照头拄仔咱讲的台湾关系法，头拄仔讲的遐，伊才有权力来派兵。那么头拄仔讲的，美国是安怎会当自设海关？哈，因为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你注意下先，咱若要去别个国家，咱爱先把迄个国家伫带伫台湾的大使馆，哦，去甲申请签证。你摕到这个签证，你唔开会当看 passport 去到伊个国家，伊海关甲你验哦，啊，即我呢大使馆甲你签的签证，好安尼会当让你入去。好，这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好，那么流氓政府的海关，头拄仔你也看 AIT 出来做海关嘛？哈，拄着握有非拥有哈，你注意头拄仔我拄仔讲握有不代表拥有哈，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当然是无权对上司来执行管辖权。头家要回来，好，啊你做真落去，敢会当个？因为，比如你是一间，比如咱这是一间工厂，啊，咱有派守卫伫门口，头家要入来，
啊，警卫敢会当甲头家动讲，头家你袂当入来，袂使安尼嘛吼？当然嘛，嗯，着看头家来了，门关紧拍开，免爱主动甲你拍开哦，入来。好，我定咧讲握有不等于拥有，就是讲你若看路人，男女朋友手牵手握有，啊，毋过男方不一定甲你娶呢，女方嘛不一定要嫁你呢，吼、哦，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啊！而且，咱个台湾当作讲，比如咱要转来咱岛，中华民国会使讲只是算美国的看门狗了哈，代替伊咧过台湾甲朋友。那么美国的人要入来，就敢若讲咱转来到咱岛，到咱门牙口，咱当然锁匙夹个，锁匙门拍着要拍开着要入去。咁就去问边个咧看门哥讲，哥哥啊，我要入去，咁会使？唔免吧，好、哦，好、哦，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哥无权审查主人，啊、哦，对不对？那要回来，唔免个美国人要回来，唔免问中华民国，好、哦，伊直接就这样入来，所以因家己 AIT 去做海关，好、哦，好，那么美国是总驾人，台湾地理当局。所选出来的总统，无论是两蒋、李登辉、阿扁啊，包括金马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脸色，好，什么都美国说了算，哈。而且美国对台湾当局拢说三道四，讲啊，这你别这样子，啊，这也别这样子，那也别这样子，啊，都从来无跟你讲你啥话这样子，哈。所以你看，两千年阿扁啊选到总统，哈，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总统，迄阵阿扁啊。要就职演说，阮足期待吼，阮遮独派足期待讲，哦，终于台湾人要去你做总统啊！啊，来听看伊要讲啥。结果伊甲你去哩讲事不宜没有，哦，讲起来阮遮独派大家拢倒向遐，有够失望啊！吼、哦，啊，这就是因为伊受到美国的操控甲指导，吼、哦。啊，咱等下来看来看讲，到底美国是安怎爱叫阿扁爱讲事不宜没有？全世界总统就职无人遮闹开的，大家起嚟拢嘛讲，我即马做总统啊，我要安怎带予咱国家人民幸福快乐，哦，啊，予大家拢有头路，哦，啊，生活富裕、自由、快乐。结果伊起嚟讲，这唔做，彼唔做，啊，咱来看伊到底讲是不一面哦，是讲啥哈？第一讲，无要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两国论无要入宪；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无要变更国歌；第五，无废统一纲领、国统会这个问题，吼，而且就四不一没有，啊，你来看，不，啊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哟，啊，拢讲不，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拢无讲一个较积极的，他因若讲是要哦，我要自由，我要民主，我要国富民强，来讲安尼，结果拢咧讲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好、哦，啊，这一看，你甲想，若毋是一个头家，秘伫后壁咧操控，较有可能一个总统去讲到这款话，互阮只独白拢失望，好、哦，过来。委任占领这个授权书，哈，1979年以前，美国承认流亡的中华民国还袂断交，哈，还袂跟中华民国断交。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一定要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迄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哈，但伊的本质嘛是讲要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哈，所以讲呢，迄个。台湾关系法的4月到4月7日，它订立完成哦。但是伊赶紧追溯等于到1月7日，就是要连接这个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吼、哦，较袂重要等在哩，吼、哦。OK， 而且讲台湾关系法的，干那改做，甲中华民国改做台湾治理当局，因为已经无承认这个国家，所以袂当个。称之为中华民国，所以改称为台湾治理当局。好、哦，而、啊、且
现在在选的那个叫做马英九的合作局长哈。好，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哈，嘛是继续咧台统统治台湾，包括陈做迄落李登辉甲陈水扁这两个流亡总统哈。啊，你也会记哦，这两个不是咱台湾国的总统，这个叫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哈。台湾也不是国家。其实咱台湾的母国是大日本帝国哈，这咱来搞清楚哈。咱嘛不是母国哈，咱是叫做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含大日本帝国的琉球，大日本帝国的北海道同款哈。2008年年初，玉山四号政经并推，阿扁啊总统邀请马英九，迄阵马英九已经选到总统啊，还未就任哈。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迄阵的处长叫杨淑丽。抗美军的官员已经坐云豹甲车，入去横山指挥所来视察。啊，这个观察应该爱讲，我就视察。因为你注意看，这个玉山兵推哈，这个所在是咱中华因中华民国上关卡的一个指挥所哈，这个横山指挥所，一定好。别个国家的官员入去，这当然是头家啦哈，头家来视察，唔开两，无你太凊彩，互人比其他国家的这军事专家入去甲你看，安尼你的一挂机密都拢外泄哈。啊，这就是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哈，以占领军咱比占领的关系哈。好，啊，又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会的一挂各种的军事武器，好，咱来看。哦，汉光28号演习，哈，今年四月，你注意看，伊这个战车的这个 logo 拢有浮雕呀，哈。啊，浮雕等级要个依稀可见呐，哈。啊，包括这直升机这个所在，哈，本来拢要有哈。啊，是啥物原因？啊，这个咱来看，美国国务院甲你讲的。恐怖组织要成立有三个要件，哈，第一，伊唔是国家；第二，伊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啊，你甲看，宾拉登，宾拉登唔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个伊斯兰回教的教义来吸引遐回教的人来做伊个啥物圣战的民兵，好吧？啊，所以宾拉登有美国家设定讲伊有这恐怖组织。啊，咱甲中华民国下去中国看，啊，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因为已经流亡啊。中华民国有武器，啊，佮你美国卖伊的吼。啊，中华民国伫台湾甲朋友，咱若满20岁，身体若 OK， 拢总爱去做兵，对不？做两年，做三年，吼。啊，你看，即三个拢核武，所以咱必须顶个美国。讲，你若阁叫阮台湾人去做兵，我要阁来告吼。啊，你家己讲的啊，恁国务院家己讲的，恐怖组织三要件，中华民国就是恐怖组织啊。啊，所以美国赶紧惊着，哦，啊，赶紧甲中华民伊遐武器、遐国徽拢爱浮雕，代表讲这毋是中华民国。啊，我说你那个想着知影讲，美国伊原来犯着足侪违反国际战争法的。包括放任何占领台湾的征兵，你看像美国去拍伊拉克，搞伊拉克拍败，搞占领，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来做兵无呢？吼，1945年4月1日迄个琉球占领，嘛无叫琉球人来做美军啊，因为这违反效忠原则。咱本来是敌对，我你拍败，我放下武器投降。啊！你今麦阁叫我去做你的兵，你发武器给我，我拄啊举你的美式装备给你拍，哦，这违反啊，违反效忠的原则。好啊，台澎金马加入 WTO 是美国协助，以独立分离关税领域加入啊。那么，独立分离关税领域就是占领区的意思啦，哈。OK。好，阿扁啊，伫要下令进行有刺杀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哈，啊，这是新闻《国防新闻周刊》报道，前总统陈水扁伫要下任进前一两个月，
捌下命令试射一粒个中程个飞弹，遂引起美国个关切。一名美国个官员遂来到台湾，台湾公布，这应该讲叫做中华民国国防部哈，因为台湾毋是国家。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讲，美方对台湾试射飞弹关切哈，美国官员隔一礼拜出来到伊办公室问讲，你有试射飞弹无？回答讲，干那试射呢，还未正式生产。伊当时保证台湾的飞弹，干那用来防卫，而毋是攻击。啊，是开遐钱是要创啦？做做咧，你摆好看哦。啊，这真正，咱做啥物代志，事事行行，美国拢爱甲咱管，吼。啊，这真正伊若毋是头家，我话咱早就甲伊变面啊，吼。啊，所以为遮来看，咱有足侪法律的依据甲迹象，看出讲，真正顶管有一个头家叫做美国政府，吼，美国军事政府，吼。后来包括讲，受到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头拄仔你看咱试射飞弹，做一个讲会当射较远的人就来咧问东问西啊，吼，好。啊，你去注意看，这三个国家拢。这三个啦，这三个所在，韩国、日本、台湾，伊个军事武器咧发展拢有许管制。啊，这三个你干哪加做伙？啊，拄啊大日本帝国，好无？咱来看伊个管制内容。第一，飞弹个射程吼，头拄啊咱试射中程飞弹就袂使，啊那远程飞弹佫较袂使。第二个，核子武器个研制。你注意看，这三个所在，到今拢也无核原子弹，吼，但是拢偷偷咧做。啊，蒋介石有无？迄阵有一个张献义事件有无？叛逃事件，这个人去美国留学，啊，去予美国 CIA 甲吸收，吼，做中央情报员。但是伊回来，伊专门原来研究核能武器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伊做甲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科研所的副所长，哦。那么，一直到原子弹特别成功啊，伊收集一挂资料，哦，啊，送去予美国，伫美国的掩护之下，哦，去到美国，把这资料拢摕予美国的专家看。所以，美国虽含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这个核能管制的这个小组，随来到清华大学、甲中山科学研究院，甲因的核子发展的这些仪器设备，拢拆掉，吼，啊，甲原子炉、吼反应炉，甲用阿门陀封起来。过来，战争的时阵，军事的指挥权，伫韩国，本来2004年，今年。因伫三年外前，到美韩联因的这个联席会议有讨论过，伫2004年要甲战争时阵的指挥权要还予韩国军，因为平常时是韩国军咧做指挥官，但是若战争的时候是美军出来迄个主导美韩联军的这个作战的指挥，啊2014年要还予韩国，结果2年外前发生一个天安舰有无？韩国南韩一只军舰莫名其妙用鱼雷炸沉，啊，所以韩国阁紧张，韩国美军、韩国的这个军队阁要求美军讲，暂时卖伫2014年，把你的战争的时阵的指挥权交转来还予阮韩国，你继续。完了，那咧南北韩战争的时候，完了，你美军主导整个作战指挥啊！啊，你甲想，咱这三个所在拢许管制这空过，啊，你就知影讲，这三个拢是战败国就对了。也再讲战，你若甲当作国家，拢就是战败国，对，大日本帝国战输啦，拢是许美军战败哈。好，
啊，咱来做一个小结，就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拢依法行事啊。美国总统受到国会立法，啊，美国总统爱依法行政。啊，你若无依法行政，后壁有法院咧监督，根本不敢违法。所以美国总统一定爱依照目前因所谓台湾关系法来管制台湾，哈。啊，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正港的地位，啊，就敢若咱台湾人，迄个国民党68年的这个裕民教育，哈，教到咱台湾人拢戆戆，哈，拢去认同中国人。啊，这就是讲，像那占85%的台湾人会选输，无到15%的中国人，哈。以上种种的迹象证明，美国一直要搁咧管辖台湾，哈。美军从来无离开台湾，一直咧占啊中，只是伊即马无穿军装，哈。伊当时要伫1979年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建交公报内底就讲，美军要撤离台湾，所以清泉岗空军基地美军拢撤退，但是遐核心的所在嘛是要有一寡穿便服，有无？包括遐雷达站拢是要个美军咧直接操控，一寡监听站吼，雷达监听站吼，电子迄个监听站拢是美军穿便服咧操控遐设备。好，啊，咱来参考其他的国家以自治建国。有倒几个模式，吼，咱来做一寡参考，吼。第一就是古巴的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吼，伫1898年休战，吼，伫12月10号来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而且跟台湾介同款，台湾嘛是被放弃，但是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甲关岛。和美国，那么美国协助古巴的1902年5月20日独立建国哈。那么，咱来看古巴跟台湾的经历做比较，因两个拢因为合约被放弃，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今嘛地位未定，而且原因是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台湾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跟他殖民地才可以独立。那么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可能独立。所以咱台湾这独派拼台湾独立建国，拼68年啊，未成功就是违反国际法，哈，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独立，哈。好，来，咱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赶快是巴黎合约。为西班牙、美国出的菲律宾，受制于非独。台湾有台独，菲律宾有非独。哈，菲律宾的反抗军游击战，哇！因菲律宾反抗军不是去打美军，去骚扰美军，啊，美军就出兵去搞围剿。但是菲律宾有4000几个岛，哈，2000几个岛了啊，包括较侪有4000几个。啊，你要打，伊就走迄个岛。你甲约这岛，伊阁走迄个岛，吼、哦，美军头甲摸咧烧，所以一直到1937年，到1946年，迄段时间，美国卡遐即个非独的即个反抗军的首领就来协商讲，你哥好啊，甲你关10冬，吼、哦，啊，即10冬互恁自治，啊，等恁甲我恁的行政系统用较好了，我互恁建国，吼、哦，啊，所以一直。到1947年的7月7日，你注意看，在美国的协助之下，菲律宾建国成功。啊，你注意看，7月7日，啊，这日期足出名，跟美国的国庆日同工嘞。啊，所以美国拿咧国庆日，菲律宾嘛咧国庆日，同款拢7月7日，这就是美国协助下独立。啊，该拄好，美国邀请咱台湾民政府去华盛顿。迄、那个特区去挂牌，嘛是7月7日，哦，而且意涵嘛真深的吼。好，过来立陶宛建国模式哈，咱来参考看嘛。立陶宛伊拄啊伫
苏联的吼西南方的国家。历史战后，随后苏联甲并吞，但是因的民间议会伫1990年的三月才宣布独立。啊，这个宣布独立，其他的国际社会的国家拢要搁咧管弄，啊，你唔知独立真啊假？但是立陶宛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的所办的选举，和一个那个投票率低于30%啊，啊，所以国际都无承认苏联统治立陶宛的这个合法性。OK， 到1991年9月7日，因立陶宛家己办独立公投，啊，当然过半数嘛，哈。苏联看办一摆，已经大势已去，所以连着率先承认了，啊，所以立陶宛独立成功，佮加入联合国。啊，你注意看，立陶宛因来抵制选举的意义，哈，含咱参加流亡中华民国各级的选举，佮投票的效果。咱另外你佮想，当咱去参加所谓中华民国流亡总统的选举，迄一天你若摕投票通知单，甲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你甲打入去投票所，打入去咱就先输一半，安怎？你就承认讲你是中国人嘛，因为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毋是摕咱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即个台湾身份证，你已经承认讲你是中国人去参加因中华民国的选举，甲你遐选票，搁伫自由意志之下投票。你要看2008年，包括2012年小英，好，这两个无论谢中鼎还是小英，拢输通牌马英九，好不好？啊，而且投票率各拢真悬，拢差不多70%，70%以上。啊，这是国外咧看，哦，恁投票足踊跃，恁足支持中华民国的体制。所以您参加中华民国体制来选举，而且70%的人拢是参与，而且过半数拢通牌，拢支持通牌，拢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安尼，伫国外国人伊看过来讲，爱尊重您民主自由的选择啊。将来中共的解放军若入来，拄好呢，我来给你尊重啊，袂使甲你反，替你反对，袂使出兵来动阿强的解放军啊！吼、哦，所以这足危险的哈、哦。所以咱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氓体制下各级的选举，无论总统、立法委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吼、哦，拢爱甲抵制，唔好落入因的圈套，因一定甲。两边啦，国民党也好，还是民进党，拢讲啊，咱输2%尔，咱若甲因那边扭1%，超过1%，咱就赢，有无？你扭1%过来，就拍平就，啊，小可咱就赢。啊，所以因两个拢在敢骗，拢激荡，互咱讲危机意识，拢冲出去投票，所以投票率拢真悬啊。啊，你投票率若到一个程度，人拢会承认讲这投票。来，咱来看琉球返还模式。1952年，琉球民政府成立，哈，内底嘛有行政、立法、司法，哈，嘛有三权，哈。那么，伫1958年以前，拢用美元军票当作钱咧用，但是到1958年以后，就拢用美金。啊，拄啊，秘书长有讲，伫1979年还袂返还日本的时，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不能去东京读册做生意。拢爱摕美国琉球民政府伊个旅行证件吼，爱摕旧婚，才会当离开琉球。因为迄阵琉球变作日本的境外啊，哈。那么将来咱台湾民政府嘛，就要求美国吼，即 travel document 哈，就是旅行证件。咱将来咱用来要求美国发，这个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哈。将来咱会摕一个类似咁即款的吼，同款。OK， 啊，这份你若摕到这份，差不多170几个国家拢免签证，哈、哦。啊，你注意甲看，1970年6月17日，美国和日本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这个协定内底就是讲，
美国要求日本爱赔偿3亿2千万美金给美国。日本爱赔32,000美金给美国。啊，所以来这条钱搞了，因就签这个协定。依照这个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返还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给日本哈。啊，属南洋岛。啊，注意哦，都没有办公投。这款的国家的政策，国家的跟其他的国家因为占领的关系，都袂使用公投，直接是依照国际战争法，哈，经过合法的程序来签一个协定，啊，依据协定返还，啊，将来咱嘛应该这样，依照这个模式，哈。好，那么琉球在美国君主占领下，有一个指挥系统，哈，啊，这是战后。琉球返还了，有作者琉球的迄个解法，迄个解这个资料哈，啊，遐教授日本的教授去研究，他知影讲是这个情形。这个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啊，这个美国政府就对哈，下骹国防总署的国防部，伊下骹美国的军政府下骹所属的民政府，因靠资格命令也是指示。琉球政府哦，头拄仔咧讲迄个三权分立，迄个琉球政府来管冲绳遮个住民。同款，你若甲伫这边，美国政府下骹个国防部，下骹个美军军政府，吼，包括咱即摆台湾民政府，靠主个命令甲指示，互咱台湾政府再挂号，将来即个名会摕掉，吼，咱来变台湾政府，啊，对，咱来接政权，咱来变台湾政府。啊，台湾政府靠逐个命令指示来管台湾的，包括澎湖的住民啊，将来咱嘛就依据这个模式啊。好，那么咱60几年来，伫中国的党国裕民教育之下，真侪台湾人拢迄个教育变作中国人，认同中国啊。啊，即头拄我讲的85%的算数，15%就安尼来哈。好，那么咱拿2008到2012年，甲当作统独，啊，咱真正输呢，吼，一个社长顶下输200万票，小英输80万票，伊个结果会变作统派台湾，结果予中国合法并吞，啊，迄阵美日安保条约想要出兵，嘛师出无名，哈 ，OK。啊，这是国际法典范，这是合法的，因为恁台湾人家己投票欢喜甘愿的哈，这就冇可能了哈。到迄阵美日安保条约很难插手干涉哈，台湾就爱沦入勇士浩劫，啊，这就足严重的哈。迄阵咱可能叫去内蒙古还是新疆这边的哈。好，如果台湾啊独立建国成功哈，我即马讲的是如果了哈。那么有什么责任、义务跟风险？第一，台湾人爱纳税；第二，台湾人爱家己去做兵来保护台湾，嘛爱家己开钱买武器，这咱家己爱付的，吼。而且，伫还未加入联合国以前，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并吞其他的国家无法律，吼，伊嘛来甲义务来出兵干涉。好，啊，咱来以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做咧，哈，这个叫做东帝汶，哈，啊，伊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尼，吼，印度尼西亚。伫1975年，东帝汶从葡萄牙独立，哈，成立东帝汶的民主共和国，但是阿未附加入联合国，到刚后就去由印尼甲入侵并占领。在1976年7月，变成印尼的一个省，叫做东帝汶省。以后的20年的期间，统独抗争造成10到25万人来死亡。过来，在1999年的这个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哈，来全民公投，哦，当然大多数的东帝汶同意为印尼独立建国，但是在公投了。刚迄年的下旬，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阁杀差不多1000个东帝汶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
造成到今仔日当地还阁是全世界上善且落后的国家之大部分的物资，爱去外国来援助。哇，这有食力无？啊，这敢是将来咱台湾独立要爱嘛？应该唔是嘛，吼、哦。啊，所以独立第一个违反国际法，哈、哦，神圣的领土不可以分割，不可以独立，好、哦。啊，咱来看这个，伫美国政府君主政府管辖下来做一个比较，哈、哦。一线之隔，好、哦，咱来以墨西哥州看墨西哥国，下卡这个灰色墨西哥国。电管这个墨西哥州，啊，这就是当时这当时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嘛，哈，美墨战争了，好，啊，现在墨西哥国家的人拢一直要偷渡入去墨西哥州，就是美国这边较好趁食，民主自由，啊，生活富裕好趁食，啊，这边拢咧卖毒，拢咧烧钱，拢咧内斗，吼，啊，所以真侪人拢要。走去美国军事占领区这边哈，好，啊，你看美墨边界遮，这个美墨没有，美国甲加拿大这个边界，咱唔捌听讲加拿大的人要偷渡来美国，还是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这就因为两个生活水准头边关，拢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啊，因这个边界几乎不设防哈，啊，所以无人讲咧偷渡。一海之隔的共军占领红色中国，美军占领绿色台湾，来做比较。好在咱是迄个美国，这個、民主国家甲咱占领，哈，啊不然的话，咱来迄个这个红色中国，共产专制的中国，那迄个占领咱就惨啊嘞。啊，你看，起码咱虽然迄个中华民国来甲咱代替占领，但是起码伫美国的管辖下。咱的自由度好真济，啊，所以真侪中国人伫差不多二十年前开始为平潭，拢坐渔船啊来台湾逃到为新竹的南寮渔港，还是屏东的那边东港、枋寮遐偷渡起来，吼、哦。伊的偷渡来遮，就是表示咱遮较好，吼、哦。啊，好个，咱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吼、哦。OK， 过来。咱台湾若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来驻地，得免税，免做兵，而且国防甲军事费用爱美国负责。哦，谁甲你甲阮占领？哦，你即马甲这块土地占领起来，你爱保护好，那袂使让其他国家佫甲占领去，因为安怎？将来咱的日本保国，那提钱出来讲要甲你赔偿。啊！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我中途你许阿强阿退，啊！你还赔，我你还赔出来呢，吼、哦！啊，所以咱若省落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的瑞士理想家，唔是足好嘛？吼、哦 okay ！比大都好些吼，大都了，你都要家己负责呢，阿袂家己恁阿哥搞不好阿强来拍过来。好来，第六，咱来看。真正阿边阿咧讲要用台湾的名义要加入联合国，啊，中华民国咧讲伊要重新返回联合国，咱来做分析。第一，咱用台湾的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就是阿边阿阵讲的，咱卖用中华民国去跟阿强阿签抢迄个位啦。China 这个位即马毛泽东的代表了解，我即马家己做一条刀啊，做一条椅啊。我无要甲伊抢了，我用一个新的刀啊，新的药，我要来联合国坐就对啊，或者用台湾一个名，要加入联合国。好，啊，咱来探讨看嘛。第一，要加入联合国，伊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对不？啊，台湾敢是国家？唔是啊，这美国的鲍尔吼前国务卿讲的，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所以你唔是国家变啊，加入联合国。就跟他讲，一个人，唔是一个人，一只狗，伊身躯甲洗洗，我那个穿西装、夹连裤带、手牵的讲来，我我那请你来申请身份证，去到户政事务所申请身份证，敢会通？户政事务所拢个无啦，这都狗都唔是人，吼、哦，
你还没有完全进化变成人嘛，你只是有人的样式，但是你要不是国家啦，所以不能加入联合国。国家认定有标准嘛，好啦，刚刚佫讲一个，永久的人口，固定的领土，爱有政府，爱有外交官。台湾国敢有人口？无呢？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吼，的人吼。这块领土，台湾片哦，还佫是日本天皇的，唔是你台湾国的。即马这个政府嘛，唔是叫做台湾政府，是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啊，你讲有二十几个小朋友国家的外交官，歹势，遐国家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因的外交官出去跟人签的，唔是咱台湾国出去的，所以台湾唔是国家吼。那么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日属美战，哈，台湾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哈。卡苏讲台湾啊，真正要建国，好，要独立，爱有五个步骤，即按照国际法，哈，国际战争法合法来做，哈。第一，咱来安怎要求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甲中华民国，吼，甲请去金门马祖，啊，予咱台湾民政府来驻地，驻地一段时间稳定了，咱要求这个日本母国来跟美国签一个台湾返还日本这个协定。根据协定，咱也登去到日本，咱还佫要求日本的母国爱制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公道的法院法官，有这个。领土分离管那个这个法院，咱唔该当办台湾公投来决定台湾的未来。看是将来要搁跟日本大日本帝国做诶，还是要独立出去？好，这拢会当有一个法院，才会当公道哈。OK， 好，第二，咱过来看，那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重返联合国，我来探讨看。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伊讲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哈，承认伊的政府的代表是代表中国伫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的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将伊伫联合国的组织甲伊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去，有无？啊，代表啥 ？China 迄个名牌要跌呢？只是本来一日只迄个蒋介石代表用赶出去，所以中国本来拢要去离啊，无走哦，吼。无论即卖即个是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不管，伫因外国人拢讲叫做 China， 不管是 Republic of China 还是。People， 哈 ，Republic of China， 不管哈。那么，你即马甲想，头拄啊，台湾要加入联合国时，家己阁做一条新的岛啊，甲伊啊，啊边啊，按怎要派人去啊？坐，结果伊申请书送去联合国秘书处，随用提件，人看都歹啊看。我讲啊，你都阿未进化变作国家，吼，所以你根本无资格，吼，所以连。开会都无，连讨论都无讨论，就甲退件。好，啊，请来要滴咧，你甲想，安尼，中华民国要安那里边？好，所以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去以后，就是毛泽东派他的代表来坐今嘛这个位，坐到今嘛拢无换人哈。所以，伊要个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无可能。比如讲，伊可以反攻大陆。去甲南京，吼，甲整个中国要占领，啊，在南京恢复伊个政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政府，吼，安尼，各等申请要加入联合国，安尼就有机会，因为无一个流亡政府会当代表中国啊嘛，吼，因为即摆代表中国是即摆即个阿强啊，吼，我头拄讲个，伫联合国个岛啊啦，吼，名请来即个名牌，伊也拢较低。只是这个以后换人，这是换毛泽东的代表在坐嘛，哈 ，OK， 好，简单解读 China， 翻译了哈，瓷器，
China， 这是日本的用语 ，China 哈。啊，那台语讲我就 China。啊，即卖中国人讲，较早拢讲食国民党诶，即卖拢食共产党诶，吃哪啊？哇，即卖拢要啥物重建，拢要开路，要拢拆哪？要即卖要拆对了，较有钱赚，拆都要顶起吼，含遐个建商财团。挂钩拆哪？啊，即马讲全拿，你要办代志，钱先拿来，哦，提前来讲好无？你爱提前来讲啊，哈，好，简单啊。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创办联合国，来，咱来看，伫国际法的规范的定义，中华民国1949年就已经亡国，哦，流亡，已经无法度去代表中国。即马干那村金门妈祖，即个做残余的国家，即阿仔讲做，第一讲做鸡爪话袂溜啦，村内拢头前拢碰拢死了呀，拢用占领呀，村袂溜吼，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死啊，要安怎返回联合国？啊，台湾国佫还袂出世，要安怎入联？吼，啊，所以一个死啊，啊一个还袂出世。OK， 好，好，啊，那来讲一个三个精神病患跟医师的 case 啦，哈，啊，这个雇主就是讲有三个精神病患关伫迄个精神病院，啊，每三个月医生拢爱阁叫出来检查看，啊，看治疗药啊，食食有较好无，啊，就叫因三个坐头前。啊！医师就一个白壁，用漆皮画一个门框，画一个喇叭锁。啊，讲啊，你好啊，会当出去啊？出去就自由啊！两个真正就撞开，就去抢迄个门把，两个都要抢迄个门把。啊，医生就害到啊，这两个还佫还佫列位关，继续佫治疗。啊，看一个，拢无顶人讲哦，咱这有救啊，这个好啊，迄款会当画出。甲问我，啊，你好啊，你来不爱出去？啊！伊甲医生讲，啊，啊！迄两个咧抢门的，迄两个笑的，啊！锁匙伫我遮，伊无来，甲我摕锁匙，要哪出去？哇！这个煞较严重，啊！作假啦嘞，哈！所以希望越大，哦，失望越大，好。啊，咱来甲想讲这三个哈，你也想，哇！啊，太哦，这三个病患拢无认为家己有病，对不？拢认为家己好啊，尤其第三个，伊好上济，伊认为伊好上济，拢锁住伊啊。吼，两个总去开门的吼，伊就较无台湾意识，吼，无独立思考的能力，无党无派，牙香对白迄款的，人讲就行，吼，人来招讲，啊，咱来台北个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来啊抗议，吼，啊招人就行就对啊，啊，我伫屏东不止，吼。拢讲个叫做台北一日游，有无？啊，即马都一天透早就出门去到两点开始，吼、哦，啊都，我拢爱赶紧爱转来，啊都游泳嘛，游游转来，凯达格兰大道舞台大里总统府头前，啊，我拢袂赴听，有时啊拢头前遐较细卡去咧讲，我就时间袂有啊，爱走啊，啊所以阮定。五六点啊，啊，就离开整队，就去坐游览车，去坐等啊。哎呀，到人数了对啊。啊，有一个阮游览车搭车，啊，阮伫桃园遮吼有订迄个暗顿，食餐厅。迄阵一桌1000块、1200块，还有1500块吼。啊，阮因为迟到，所以阮到位时，阮来桌上人已经咧食，啊，阮去甲服务生反映。啊！你知影迄阵若有来抗议的吼，年纪拢较大，拢白头毛较济。啊，迄台湾啊来台北抗议，啊，比阮较早先走。啊，因伫遐已经咧食饭。啊，迄个服务生可能新来，袂晓应话。我咧甲讲啊，我来微风坐啊，伊甲老看。啊，看迄台伊知影讲，迄来食食有一几半点钟有啊。伊煞甲阮讲啊，啊，迄台佫食无偌久啊，迄拢白头毛。
叫阮稍等下就对啊，吼，伊倒阁食无偌久安尼。吼，阮听着，阮兼大家拢关起闪大条后壁，等下用针。我直接我脑体会一个，民进党，我不要想着民进党是国民党伫台湾统治台湾的一个泄压阀。那马英九做甲作乱，台湾人严格要要举低头，还是德国倒台都要出动啊？就来招讲，啊来，咱来抗议，来抗议马英九来台北总统府头前来叫叫骂骂来了，搁大家搁等下隔工搁开始。属龙工商，佮继续做，继续纳税金，予国民党歪歌，即敢若像一个压力。啊，民进党敢若迄个迄谢亚华，嘘，你若火伤严滚啊吼，你袂记关火，迄个压力锅会拍开，甲你蒸汽拢转着。民进党敢若咧做即个功能呢？所以咱要甲国民党演何多煞演无法哩。我落尾也想着讲，啊，你民进党的党主席太袂晓。那真正要演国民党，你十六县市的县市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市党部、县党部轮流，哦，今仔轮流阮屏东县，你把我派三千个，动员三千个，今仔你去，明仔换台南县，后日换高雄市，还是高雄县轮流，逐天拢来包围总统府。我唔相信国民党袂倒，中华民国袂倒，啊，伊拢唔捌做，从来唔捌讲连续的啦。无像即届什么太阳花运动，有无？占领立法院，占了就几日吼，十几天啊，偌久？吓，二十多天，对无？啊，人也是原来内底遐是固定的，外围拢轮班嘛，长期聚首嘛，我唔相信伊袂倒吼。好，敢那离题吼，继续。讲到笑的走一堆啊，哦，无当无牌。第三个是独派人士啦，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首饰。啊，你要台湾独立，要无来找阮民进党，无可能啊！独立建国的首饰伫阮民进党遮啦，伊毋知影讲这个伊家己上严重。吼，带咱68年啦，独立袂出去啦。啊，拄啊像迄个苍蝇还是蜜蜂，啊，看到窗仔门啊，外口光光。一直在弄窗仔门，弄到68年弄不出去，好，所以真可怜。好佳哉，我八当前拄到咱林志升秘书长，好我伫民进党、伫建国党内底得不到答案的，拢伫遮得到答案，所以我足欢喜。我安尼来，即咱开班吼，三年外，我差不多逐届拢有来。我来遮八几届啊，吼！啊，我做袂先，因为我感觉作为意义的，我伫遮得到很多真相。较早互骗拢骗唔知，互骗甲家己欢喜甲，吼！不止参加迄台北一日游，那么医生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伊拥有正确的国际法律，冷眼旁观。来要来医治破病的台湾人，所以咱今仔来遮，咱拢咧学做医生，对不？所以恁啊好啊学呢，唔好学了遭煎熬吼，啊开刀，讲要挂毛等煞挂唔到位呢，吼、哦，要讲讲的吼，啊那讲了遭煎熬呢，唔好讲到尾啊，讲咱以为要去独立呢，唔通哦，吼、哦，咱唔是无国家，咱早就有国家，咱只是还没有回归祖国。阿袂台湾反完吼，咱个母国叫做大日本帝国吼，好，啊所以毋忙大家，毋是干阿来遮三暝两工初级班，吼，啊高级班按着你着拢捌啦，你真正爱甲新台湾论好好读吼，啊而且爱读一遍，一定无法度完全融会贯通，上好你是加读几遍啊吼。啊，有一届咱的学员吼，伊嘛捌甲我讲，迄、那个罗德遐有一个龙华堂，你知无？吼、哦，迄较早，迄个师傅啊，原来算够有爱心，因为迄阵拢咱遐无精神病院吼，无普遍有这个，
啊，足侪人家庭内底有精神有问题的，真侪家长家家己的事实甲绑起来，甲像咧咧白狗安尼困起来，无爱出去。啊，尾啊，这个事务法官吼，就伊甲这款人拢收收来，啊，甲因弄过，搁会当出去表演吼，还算一款精神的转移就对啊。啊，咱当时有一个伫遐做做志工，有一届咧甲我讲，伊听我讲这故事了，嘿啊。我内底吼，我都看伊拢正常正常，我甲问讲，啊，你都好，你太不爱出去啊？迄个有精神病的，甲咱的同心因讲，好唔通哦，外口足危险的呢。伊讲是安怎？外口拢转校的。我听着嘛爱笑噶，啊，看这对比煞够介讲。伊讲。就讲即马，即马外口拢讲咱是诈骗集团，有无？国民党拢甲咱骂的，讲咱诈骗集团。结果国民党本身就是全世界上大、佮上有钱的诈骗集团，嘿，骗咱台湾人吼。伊输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共产党，哦，国民党输共产党，所以骗子走来台湾。啊，共产党较好骗，吼、哦。伊拢讲，将来咱共产党执政。所有的人拢平等，吼，拢吃食同款。我毛泽东食啥，恁对我食啥？哦，迄理想偌好咧！以后遐大地主的土地，拢咱大家平均分配，大家拢变大，无产阶级嘛，吼、哦。结果好样，哎呀、啊，对啊，即马因即马共拢讲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哎，离题啊吼，好，啊咱。医生好啊，做哦，莫人讲外口拢讲咱安尼。啊，我有时迄工讲讲的吼，啊，我好朋友向我准白个，走来甲我讨，去看我有发招招歹无。所以真歹讲啦，有诶听，有诶就听。你若平易堪袂下，讲地位脑亏的吼，讲一声你就听无。秘书长伊咧讲。我一声听了讲啊，这对啊，这条路才是对的。啊，所以我认为对的，我对到今嘛，吼、哦。以前嘛认为民进党对的，但是尾啊发觉唔对，吼、哦。尤其知影唔对，但是唔知道到底什么所在唔对，是秘书长这新台湾论来的，吼、哦，较好安尼，豁然开朗安尼，吼、哦，较知影吼。哦好，那么咱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有啥物模式？哦，第一就是讲，伫美国君主政府下，予咱台湾人自治，过来以立陶宛模式，拒绝即卖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君主政府体制下选举，咱爱把投票率降低到低于50%，予伊外国人来看讲啊，这都没有合法性哈。过来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哈，让台湾返还日本，哈。过来，将来咱跟日本结盟做邦联，还是联邦？哦，邦联就是像大英国协，哦，因为54个国家做一个大英国协，哦，你若去吸到澳洲，哦，到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拢要跟你拍，因为54个兄弟，你敢敢甲得罪？哈，联邦，哈，美国。美国的联邦政府，吼，英国十个州，另一个十个国家成立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吼，甚至咱嘛会当做一个中立国，咱也公投会当家己变做一个台湾国，吼，将来咱跟日本、跟美国、跟中国，咱拢等距离外交，咱伫中立，吼，咱无要挖什么人，吼，安尼。瑞士的对吧？哈、okay ，好，那么咱过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真侪咱的同心来询问了后，不是原来来讲反应，那也无爱叫美国拨经费，予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哦，过来，现在无要叫美国的军队赶紧来占领接管台湾。好、哦，第三，那也无爱叫美国甲流亡的中华民国。甲刷去金门妈祖，这咱拢咧要求美国要做，
但是美国要求咱两行，咱敢有做到？就是讲爱训练4000名的接收人员吼，就是咱即马咧训练这接收的干部，哦，将来，哦，咱要接政权，拢无来受训，拢无，拢头壳人拢无清楚。那美军讲入来了，啊，你讲，阮台湾要独立，阮无互你美军占领，啊，杀一头甲啃，啊，食啦啦，吼，好，啊，咱那4000个训练好，爱哥。41万分呢？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台湾的公民身份证，哈，哎，咱的公民身份证有分类，哈，本土台湾人的分类是 TW， 而且较等下可能会讲到，好。那么，咱应该要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美国跟台湾、日本的台湾是敌对国。那么，今麦咱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这位置占领者是。有最高权力，啊，咱是被占领者哈。美国对咱民政府两项要求，咱敢拢有准备好啊？咱敢拢做好啊？啊，袂呢？所以咱阿袂做好，你要要求这三项，就较不利哈。啊，这嘛会再讲，敢若讲，咱来去上厕，伫个公司内底，咱伫厕所，含董事长拄着，就拄，看到董事，董事长，啊，涂骹遮垃圾，你太无要摒扫好清气。咱即马介只咧，甲美国要求着啦，敢若安尼意思，只讲咧向董事长要求讲，啊，你太涂骹垃圾，你无整理你咧，哈，这安尼较无理啦，哈。好来，好语，台湾是一只未定的航空母舰，哈，这是不成的航空母舰，这麦克阿瑟讲的，哈。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哈。共同来防卫台湾，啊！台湾人真正有好骗呢。国民党甲咱骗讲，吼，因即马因咧联合中国，吼，来对台湾，吼，联合阿强啊，要来摕台湾。啊，你说咱台湾伫遮，啊，咱做歹运的边啊，一个罗马国家叫做阿强啊，吼，啊，有时啊，定咧空虚妄想，吼，像那台湾民众执政。啊，咱来开国际标，吼、哦，干那发明两项，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请因来发明两项物件对吧？第一，发明上大上大机的机啊，为台湾的下骹甲鼓开，啊，过来发明上有力的眼睛甲倒大下骹，吼、哦，啊，准甲晒晒晒，晒来到遮美国的边啊，啊，找个适当的所在，卖侵入领海。上少要24海里以外，这带纬度吼、哦，吼、哦，安尼，恁加州的南部吼、哦，气候足温和的，啊，佫无啥会落雨，也无风台，吼、哦，哦，拿来刷来占来外好嘞。啊，阿强啊，较早臭屁讲伊1500粒的飞弹，哎，拢差不多300-400公里的射程呢。啊，这若要射来遮吼，哦，哎，10000几公里的，即摆拢射来到遮就落落啊，拢无效。哎，若要做迄足大粒的迄洲际飞弹哦，哎足贵，迄一粒拢哎几啊亿吼。哎，若唔多，那杀迄遐大粒的要啊，若射不准咯，射一个礼拜到加州内底拍到美国，拄啊美国准甲修理，美国开战，美国咧找无机会要甲修理吼。啊，即马这是安尼，我想蒙修啦吼，啊咱困蒙困，莫乌白忙。我是听讲，吼，恁即马当咧爱困啊，会度久吼。好，那么时间差不多，我今仔讲到这，明仔再继续。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啊，我靠，餐厅有点心也当用，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息，然后外面餐厅有点心可以用，谢谢。